了，开始了。来，自己抽签，然后我们按照顺序就是号码大小，号码大的一码，好不好？哦，靠！不知道那里有不知道多少，我不知道。我就坐右手位置去啊。来，是。谁号码最大？一号一定最后一个，不用看。号码最大怎么办？我说很大，谁最大？小心小人最牛，什么鬼东西？再来一次，烂的，你们放什么鬼啊？这是你的。好，这是谁的吗？24，有没有比他大的？24有没有比他大？没有，你第一来去。3，好，那就去。第二个大是谁？21有没有比他大？没有了。第二个上3，我最小。第三个谁？19应该是你了。来3，2，1，零。好，出去。下一个。不要选模型啊！一定不是最惨的，是多少？那一他不用看了，剩四个。你们怎么都很一样烂？但你跟七还这么前面，好。去下一个，五刚刚赢一点点。去下一个，我选一。任雅，什么？你到底在录哪里啊？谁啊？啊？我去小黄出去。你们两个在一起了，太好了，出去。好，暂停。你就非常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是他录的。上次录的，每次都上次录的我都快听不懂了。来吧，号码最大应该是54吧，最后一次。最小是一。来21，来第一个上吧。19。摔跤。下一个应该是21。有没有比21大的？有3，二十一上，下一个19上，你该不抽到一吧？我问你，你过来，来下一个7吧，七，去五吧，五，出去，四，董彦辰，这么开心，你跟谁？你落人间啊！可以啊，不要小费就好，不要小费。哎，对，小妹不是你姐，她刚刚混进来的。哎，小李姐，哎，24，右身，去，第二个21，来，好去，第三个19，对，下一个。7吧，好，去下一个5。